那时耶稣开始斥责那些见过他行许多奇迹的城镇，因为那里的人没有改变他们的行径。柯勒泽恩，你有祸了。贝特塞达，你们有祸了。因为在你们那里行过的大能奇事，如果行在提洛和七东，他们早就披上苦衣，头上撒灰，忏悔改过了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在审判的日子，提洛和七东所受的惩罚，比你们的还要容易忍受。至于你，各法翁，难道你会被提升到天上吗？你必被投下阴间，因为我在你们那里行的奇迹，如果行在索多玛，那城一定存留至今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在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得的惩罚要比你还容易忍受。